从6个月前开始连讯息都不回的女人，你还等她？你真是……浩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遇到窦西了。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今年结的，有点匆促。你知道我这6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我跟你又没怎样，干嘛这么夸张？你这个坏丫头！初恋向前冲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；晚间8点，东森综合台。